你们是打峡谷的，对于大乱斗这种图的话，可能没有他们这么了解。今天的话，准备玩些什么套路？准备玩些什么类型的英雄呢？玩一些比较能杀的英雄吧。随便随便杀，杰杰呢？准备玩什么呢？应该是大乱斗比较好用的英雄吧。我平时私底下也很喜欢玩大乱斗。OK，那第二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比较尖锐。高校队伍刚才我采访过了，他们分了自己说了一些很想说的话。他们表示，职业选手打峡谷厉害，打娱乐模式真不行。作为高学历的玩家，他们都是 master 硕士，今天打算免费给你们上一课，弥补一下你们没怎么上课的遗憾。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们两个能分别回答一下吗？可能在学习方面他们是高手吧，但在游戏方面，无论是什么模式，职业选手永远是职业选手。阿乐呢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想说的被赵礼杰说了，就希望能见识一下，他们擅长的东西吧。希望一下，见识一下这些我们口中的胜率队玩的到底怎么样？好吧，能不能拼得过我们职业选手？什么意思，兄弟们，都把我卖了！哎，送了对面！我操，不把我们当人吗？真嘟假嘟？无情铁手，我死了，看你们的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，兄弟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致残打击，无情铁手。勾一个过来，靠靠靠靠！我操！完了。位置太差了呀！赵姐，等我，我飞过来。喂，有个人怎么飞到那边去了？赵姐，看，往前走，我先劈一个，双杀双杀，两个。我操，我血条呢？我这刀妹弄得还可以啊，刀妹玩上路的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看看看，怎么说？你这奥拉夫笨笨的呀，感觉。守望者后脚是什么？我大招怎么这么久一个？我要去送人头了。谁女孩跟我拉扯？你拉扯得过职业选手吗？你？
有点肉，兄弟。我操，这把要被平推了吗？不会吧！我绕后了。来来来，先杀一个，让我搞个血怒。我操！咋办？没有战斗力了呀！我操！完了。躲后面一点，我小炮没血了，让小炮先去死吧。哎，干嘛呀？撤撤撤！哎，送了送了，对面。操，真的假的？被平推了，兄弟，十分钟就结束了，咋说？大高校队，我确实，我感觉啊，他们通过他们对于大乱斗的理解，也是给你们展示一下他们的一个打法。对此的话，你们有什么评价吗？嗯，评价是不愧是职业冠。职业那个乱斗的队伍配合很好。杰杰有什么评价吗？确实厉害，确实厉害。他们是1000个队伍打上来的冠军。1000个队伍打上来的冠军。对。1000支大乱斗队伍打上来的。对对对。见识到了。